新闻继续要来看的是，两年前位在太保市的南阿嘉义厂发生大火，当时应急会含管府的要求，关进做给大家清班的高校林长城泡沫化学车，以应付可能再度发生的化学火警。但是嘉义县的消防局煞拒绝来接收，对此有机关的要求，消防局应该来接收消防车，以养护含备份定经费，再个寻求支援。这台泡沫化学车已经运到南阿嘉义厂区，不过月初消防局人员进行关键进程的勘验，结论算是饲不起，回本南阿公司已无法度负担，以及用户异议婉拒。对此，30号关键总结讯的时，议员赖清如、林依玲、甲詹家珍都要求，无论如何，消防局拢应该接受这台登停化学消防车。嘉义县人要捐赠一台泡沫车，咱当然拒绝。这样子对我们嘉义县，你看，就像曾议员讲的安尼，人对咱的管政府是不是也做失望的？因为咱逐项都讲要靠别人，是因为讲吼，咱的财政困难。不过咱嘛爱思考一下，咱是不是爱要安怎处理这样代志，才是上适当的？坦白说，我真的养不起他，因为我年只有几万元的一个泡沫机会了。那另外我还要平时还要训练啊，那现在你一定要试了，要试那个泡沫鞋。我相信啊哈，我相信我白是去个这么大去个，伊对那个地方伊嘛无希望，我讲给做一半。啊，这台消防车上好燃料，啊，咱专门在用电分子车，所以我那天已经指示我们消防局要积极的跟台塑哈、做协调，就是说。李大叔表示，当初大叔要关两台消防车，地方要求当下停化学消防车，公司采购啊，消防局煞买收，这是管户的问题。对于往后用户甲备份经费，必须搁再向上来反映，是毋是有要补助？新闻就来信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